著名的女演员孙俪时常会在微博晒出自己的油画作品，而2月17日晚，她又在微博晒出自己的书法作品《字迹清秀》。她自己也表示，首次用金色墨汁，挺喜欢的。网友们首次见识到娘娘的才气，纷纷点赞，称其字写得真好，真有才。还有网友借《甄嬛传》剧情开玩笑，小主的字写得老好个，甘露寺抄佛经练出来的吧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 I don't need nothing when I'm by